慢的，对啊，对对，但是你的外形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。突然间要怎样？请问一下赵哥哈，请讲出一位你这辈子你死都不要跟他合作的演员，为什么？来来来，不合作的演员，真的太硬了啦。好，大冒险，来大冒险，来来来，这里这里，要不要？大冒险了，要不要？你这个大冒险很可怕，我可不可以让我知道我的大冒险是什么？不行不行，我可以选择，不能不能，这样就不叫大冒险了，还得选择。但赵哥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大冒险是目前最可怕的大冒险。不是什么闻闻，刚刚闻脚趾算什么？比那个更可怕，算什么？真的假的？这个算小 case。要不要？还是要这个？其实每一个演员都不错，那难免有一些是跟我们就是不对盘，嘿，那是可能他有他的原因，但是反正也再也不会合作了，也没什么好讲。反正他现在不红了，谁哟？讲出来，讲出来。我情愿选择大冒险。不敢。大冒险啊，各位，大冒险。戴青蛙帽，吊威牙，请水，请处理。蜻蜓点水，没看过青蛙点水，开始。太高了吧！太高了！救命！舒服，腰这个胯下很痛哎，我刚刚一泡尿没尿。干脆我们这里大概都吊过威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没有玩过的事情，没有玩过的事情。谁？昌哥，你怕高吗？这个难不倒我，难不倒我，还不是这样子的。哎呦，这样啊，真的吗？哎，你用头去点水这样？我真的啊，因为真的用头点水，真假的？假。厉害了！哎呀，应该我们的录影带给大家看。真的吗？我到纽西兰，你有拍过录影带的，在北海，北海那也是新北市。去纽西兰，纽西兰，纽西兰，哦，那个高空，真的高空弹跳，高空弹跳。Big way, yeah. Three, two, one, punch. Well done, Harry.所以刚才那个题目，我可以透露一段，就是当我从高空42公尺跳下来的时候，在那个短短的，那大概是几秒，大概一秒不到吧，一秒不止，不止，可能也一两秒，一两秒有了，有了，我在那个过程喊。秀莲，我爱你。嗯，不是哦，不是，不是，我第一次跳，我喊的是不一样。哎，嘿，啊就不能播。我那个更可怕，我是大桥落来嘞。你刚才有我亲，我啊啊已经停了，但也未到。你讲我亲啊！啊，第二阶段呀，你。演员他都会有潜规则，对不对？请问你是否有遇过女演员刻意示好求上位，晚上三更半夜敲房门？之前拍过一部戏的时候，我是导演，有遇过主角是来问我说，女的，女的，是来问我说，可不可以讨论一下剧情？他有对几场戏不了解，他不知道演出的那个方式是要用什么方式来演。那我当然就心然乐意要接受这个事情。就干嘛我的女主角不会演，我也是麻烦。所以我们是约在咖啡厅，坦白讲是约在咖啡厅。咖啡厅，对。那在咖啡厅那一天呢，把其实哦。只有几场咖啡厅没问题，约在房间里的咖啡厅。哦，那就有的房间很大嘛，所以咖啡厅总统套房，这是咖啡厅，咖啡厅。其实我们只有三场戏有问题，讲完不到半小时，
后来呢，我们就开始聊天了。聊天，问我星座啊，问我血型啊，问我喜欢做什么运动啊，啊，问我有没有什么兴趣嗜好。所以那一个下午，我们过得很愉快，很愉快哦。就但是我那时候还没结婚呢，哦，所以我不能。坦白讲，我对他是没有什么感觉。听起来是很浪漫，对啊，对错。但是你的外形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。你不要先不要攻击他，让他讲完。因为导演对有权力有 power。啊，他既然愿意这样子找我谈，说实在，我也不可能。你要被怕就先刚出力，安尼来对。对，你嘛是有点无力嘛。你讲爱怕，你怕错才出力的。无啦，你嘛是怕个一半才出力。无啦，都无出力啦。我唔是江南好无，你拜托诶。我不是这种人啦。所以有遇过女主角是来跟我问一些事情，这个可以过关吗？一二三，举牌。哎，可以了，过关了，这算过了哈，金钱过关哦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不会骗。好好好，来，请问一下哈，那个赵哥入行以来有没有对哪一位女明星动心过？这个可以讲吗？动心，动心而已啊，动心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很多嘛。其实最喜欢的还是林志玲啊，蓝基玲啊，林志玲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她到现在还没结婚，对不对？然后身形体态又保持这么好，歪嘴鸡想要吃毫米的重心，你让看鹅肉。讲好一点，讲好，我讲好一点，可以了。那也来，歪嘴鸡想吃三毫米。那你变好哎，我是变好哎，是歪嘴鸡不好。讲一下好话，腰高翘翘，小妹夹地瓜棍的。真的有一句好话。猪肝有就是对他的印象会比较好。你看我们在幕后做那么多年，到你有跟他面对面吗？有跟他讲过吗？见过面，真没有。我有跟他一起主持那个亚太影展。对，有，对对对对，有常遇到他嘛。他在我面前很高嘛，乔奶哦。在你面前，因为我们在边幕啊，那我就啊，现场就需要帮忙，因为他的造型师，因对他们都，而且因为你跟他的高度，你这边刚好是刚好他的高度，对，然后眼神也飘，还有穿高跟鞋 ，model 嘛，所以是习惯会瞧啊，干嘛？对，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遇见他哈，跟他拍个照，要个签名。如果说他答应你的婚事呢？你如果说他答应你的婚事呢？你现在的状态，因为你这一段婚姻来得很突然，因为英文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 ，easy come easy go。哎，对对对，来得来得去 ，easy go。不行了，我还是喜欢我老婆，我不能没有，但是这是唯一的机会哦。他那个林志玲到你面前，来，我正平娶我，给你三秒钟决定，3、2、1，请作答。好啊，嘛不是不好啊。我们直接进入 call in 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观众有没有哪里要 call in？ 来，有我们的，来，涛大哥，来，谁都可以问谁。哎呦，有了，有第一通接通电话了吗？你好，喂，宪哥吗？哎，是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是？你好，你贵姓？我是双木林。哦，姓林是吧？陈先生你好，林先生。你要问什么问题？我要问赵哥。哎，赵哥，问我。哎。赵哥，你为什么在节目上一直生气呢？啊，都被他们惹的啊，要不然我干嘛？我不是神经病？都说我脾气不好，都是你们惹的。对啊，都是惹的，今天都是他们艺人朋友惹我。其实，我都在《咒怨三国志》上面一直生气，一直不玩游戏，一直迟到。哎，他有在看你《咒怨三国志》吗？真实观众，真实观众，我那别动，我那有一直迟到。有，你有迟到过？哎。为什么？不然现在怎样？我们的观众，等下我们的观众，不要骂观众，衣食父母哎，万一什么？没有啊，尽量我就不要迟到就好了，那哈，这第一点。还有生气哦，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节目效果了。哦，对了，不全然说我真的脾气这样，有些是效果，没啦，有些是效果，所以你不要看太走心呐，真的。